梦醒就不会哭，以为忍住就没痛苦，只有走过又不才明白，逆鳞运行即是荒芜，你应许
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你拣选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用你的生命来赎回我们。主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算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能够何等的满足，就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谦卑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。主，蒙你希望，主，我们一切的祷告，我们一切的服侍，主啊，我们的敬拜都蒙你的悦纳，蒙你的垂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